太极剑法灵巧自若，剑到，剑到什么？剑刺到你会怎么样？是的，那么这种太极剑法呢，总共呢是有55个式，还有30种这个剑法，那么是属于内家剑法。内家剑法的特点呢是剑走轻灵，上巧心，以静欲动，后发先至，还有以柔制刚，避实就虚。太极剑套路结构呢，正是以此为原则，剑法细腻，结构谨慎，演练起来轻柔和缓，舒展优美，攻防结合，精气神合而为一，故在练剑过程中要求剑法分明，剑势准确清楚，动作整洁，形象逼真，通过经久练习自然达到用剑之妙。太极剑运用在强身健体，陶冶心情啊，不对，陶冶心情等方面有着良好的作用。所以呢，太极剑的运动呢显示了独有魅力和价值。很好，太极剑